关呢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卡，在第三关的时候可以用。第一张卡就是敌对单脚站着不能动，就是夜战牧童人，我们可以时间冻结的意思。第二张卡呢，就是可以敌对的其中一个人戴着猪头套五分钟，而且猪头套是没办法从里面看到外面的。会不会死去？现在气温大概36度，然后要戴一个完全不透气。你们制作单位会不会太过分？真的。好，刚刚这个是给胜利队伍的奖励，我们现在要揭晓惩罚。毛问题，以抽签的方式选择除毛的部位。哎呀，若某位成员无法除毛，则由其他成员代为除毛。我除阴毛，你们敢看吗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觉得草草，那我觉得鼻毛，对，因为你是唯一的男生。可是我昨天热辣结束哎。你鼻毛怎么差出来？你跟我那个热辣结束。好啦，现在就是抽的除毛的部位用抽的。好可怕哦。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涂满，有没有？整个转满，然后塞进去鼻孔。哇！看起来你现在就是塞进你的鼻孔，然后等它，然后等它干。真的还假的？对。哎呀！够了！转！哎呀！不要那么里面啊！不要那么不要那么里面。两个鼻孔都要除，不然一边干净一边擦出来也是尴尬。嗯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心态就是要除就除干净。对，转。嘴巴呼吸。转。你干嘛翻白眼？你干嘛一直发抖？白眼。你干嘛一直发抖啦？不是。很恐怖，他那感觉超痛的。你们什么时候能变这么好，还帮我压着？流血，皮要下来。好来哦。等下你们两张，不要死，我要死。年好，你年好，弟弟是不是弟弟？一二三，三三三，哦，他这一块真的没了。哎呦，上面真的有毛。完蛋了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三！哦哦哦！哎，整个罩都脱下来了，没有毛，但是整个粉底液都在上面，好可怕啊！很流痛啊！这边烫的，它整个红掉了，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它皮肤还是很红。等一下，先去补妆啦，好烫哦！快哭了。我告你们！一、二，怎样？没关系，好解哦。他本身就没有什么毛了，不能勉强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到底关我屁事？把它撕掉，快点！你知道？好快不呼吸。我光是抿嘴唇，我都可以感觉到他在拉我的鼻毛。快点，快点！一人一边，一人一边。哎呦，为什么是你？你不是你不是输的队伍？因为我想玩。对的。他脸一直在颤抖。彤彤，你盯住。哎呀，他的鼻毛已经擦干了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你不要看。一。的确会觉得很痛，可是很爽，很爽，很爽。哎呦！真的！啊，徐冠抽奖，我们办抽奖。好扯哦！好鼻毛好多哦！好恶心哦！惩罚我擦！好了，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关。第二关我们是 setting 在楼上，在二楼呢，它已经有40种以上很可爱的时钟挂在二楼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两队呢会抽出接龙的方式，所以要一个一个传下去之后，第四个人看到答案，往上去找那个可爱时钟的图案。哦，拿错之后，找到之后就赶快冲下来问我们对不对？拿错你就会被这个乱放。慢慢来，很难吗？不会。三、二、
看的时候不进可以吧？好，你讲。好，我不相信他们看得懂，你都看得懂的例子。低啊！什么问题？低啊！开心的啦！低啊！那边有尽量了，我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个特征，特征，一笔，哪个笔啊？一笔会比较好。这里知道什么？这打的 C 喽。没有，我真的我没有，这不能怪他，因为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三，应该差不多，其实蛮强的，蛮像的，几乎一模一样哎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一笔成型会比较好。想到那个形状，大概怎么样？开始。啊！不能开始。哇！跟几乎一模一样哎。相信我，可以跑了吗？可以跑了吗？超烦的，始终在旁边的。好，我等一下再上去。这哪里是猫？我的天！热烈，一滴的，一滴的。啊？时钟会藏起来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真不懂哎。哦，他说这个是全黑的。盾牌在这里，你要怎么涂？给你告诉我。我迷路，我就是画的。你可以告诉我头在哪吗？这个头、耳朵、那个尾巴画很差。他自己画的吗？可是我也是画猫啊。画你画什么？我画大象。我还以为是狮子。这样子叫大象，这样子跟我讲大象。白痴，这是猫，这是脸，然后这是手，这是尾巴。不是，不是。有像吗？然后我觉得不是他哎，但是我想要先拿他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是错的，但是你们打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说哇，打到怕死，怕死，怕死，就是他好了，走开，走开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走，哇，走，慢走，慢走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真的有吗？肚子，你刚那个不是哦。它不是一面，然后就挂四十个、四五十个，它是会分散在各个角落的，所以也有可能在沙发底下。哎，超死！哎，快答对了，快答对了，加油！这个是动的。从头拿下来的这个时钟是尾巴会动的。哇！还是就这个？可是耳朵怎么会有两个？还是就它？冰箱里面没有，这也好可爱哦！这一看就是迷路啊，这个超可爱的。老板，你学他的姿势，所以他的时间轴就在这个菊花的部分。你看这有像吗？好像啊，走开！还像哎，走开！许杰威，不要闹哦。哎，还有。寂静一片哎，就是你两个人在那边到处跑，然后什么意思？是一个荒芜吗？没有人哎，始终没有声音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不知道始终在哪里？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他们现在已经跑很多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让看第一个。可是我有一个事情要提醒虫虫的是，他们第一个非常明显，我信心爆那个矿，你要抢时间。我跟你讲，怎么样的人会自我安慰？可怜的人。没有，是漂亮的人。那不然就是，我们直接拿第一张图，然后盖牌，然后你一二三跑，我们就边跑边看。好，来，助跑，助跑。可以。好。对啊。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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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！攀岩场的最上端呢，那个谁会去找啊？我看不到，找不到，真的很烦。哎呦。完蛋了！我完蛋了！这件我是不是找过了？你能不能跟我说？我在那里看啊！这也太高了吧！
超像。我觉得找真辛苦了，你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真的辛苦了。我有可怜到需要被别队的拥抱吗？你桌上会来画，给我来画。哎，我时钟画得很好。我好像没看到他哎，但我还是要打。是你吗？不是，不是。示范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不然我们二比一好不好？你当我们白做。现在就是重新抽接龙的方式，那现在抽起来就是我们两队就用相同的方式去接龙，比较公平。好，好，捏泥土接龙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泥巴。大家刚刚很清楚规则吧？我笑不出来，你们怎么？对啊，我真的很大笑。还有捏泥土比刚刚那个应该还简单吧？这个超级难。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吗？好，准备好。Yeah, ready.肚子里先把那个捏土压有，这样子再捏它。好的，还有一个，二，一，好，一手，太难了，一手，一手，好，一手，可以了，我就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啊，可以，可以盖起来了，不用，不用闭眼，不用闭眼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来一下，很赞，我觉得室友会捞晒，不会，不会，捞晒，你闭嘴，你刚画大象哎。30秒，等一下，快来！不要，哎，不是啊，好，什么？总统太太还 OK 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我觉得我90%第三下，第三，这个是什么？但是该有的都有，重点，对，该有的。那如果不知道痛，45秒，还行吧。不知道啦，我跟虫子不像，不是，但你照着捏，我照着捏，你屁，你跟我们一样吧？我只能说，好，来看，我希望小队他两次两次之后直接看我的。旁边不要讲话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哎，不对，不可以讲，不可以讲。准备喽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说有，他盖起来。我加油！3、2、1，冲！那个已经太扯了吧，放在这边。怎么那么少？怎么可能？傻爆眼！我看到我的了。我现在有个想，我想到一个，但是等下我再看。什么？等我。不是，是线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这些巧虎呀！这是我刚刚说的。它是什么东西？它是骨头。对镜头说，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哎、欸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小粉，我给你一个 respect。干嘛呢？哇！接近了，好像接近了，哎，好累哦。没有像的东西啊！打他，打他，打用力点！你有看到精髓吗？天哪！怎么会？不会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这样，好像好像，那个有那个会动吗？你在这样，我们第三个小观众比手画脚接了什么样的时钟 ？Go！ 小网转转身，转身，对对对。真的好紧张。时钟在哪？啊！我
是一个好的开始哦。一，开始。二一开始，哦，退票了，五四三二一，停，时间到，加了一分钟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没有，来了，我已经拿出，先拿。然后变他变成这样，哎呦，擦！先拿下去。他算了，哎，放歌。不是放歌，哎，干嘛？回来。等一下，我的头谁的？我的头哎。还要比一下，看你的度。差就这样啊。这顿了两秒。对，我已经我们。但是你们真的是蛮像的，我不会怨天尤人，因为我不是怪人。题目啊，制作单位全部都是多不公平，多不公平！你往下照看一下有多像，这里全部都是我们的题目。他想要死有死耶，他想要死。想跟我胖跑一下也好。我刚刚想说，啊，比较细。我先讲，如果不是这个，我砸到自己流血。我看。一个二比一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抽出第四关的接龙方式。好，捏黏土，我觉得这 OK， 这个 OK。强项，我们强项。所以最后一关是我们两个去找。现在不是最后一关啊，对不起，这一局什么叫最后一关？是啊，尊重人好不好？这一局是我们两个去找，我一定会赢他的。如果你赢，我们就还有一次，你还有一次上诉的机会。对，如果你输。再见，拜拜。不会，不可能的。黄龙，找道具。在哪里呢？你有看到吗？快点，大家眼睛闭一点。我们找到一个。王冠的惩罚，我开始。